如月之后的天气预测，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气象。屏东的狮子牡丹跟满洲最低温是四度，高温是只有21度，留意短暂的雨势。太武来一根春日最低温12度，而高温23度。三地门雾台一根马家最低温降到10度，而高温21度。晴到多云的天气形态，高雄的原乡地区最低温降到4度，地点是在桃园，而高温19度。嘉义达里山温度出落在4到16度之间，日夜间的温差大。南投的原乡地区最低温降到接近1度，而高温是只有16度，晴到多云的天气形态。台中的和平温度是落在4到16度之间，多云到晴的天气。苗栗的原乡地区最低温降到8度，地点是在南庄，而高温只有14度。新竹的原乡地区最低温降到3度，地点是在坚实，而高温13度，多云的天气形态。北部地区来跟福星最低温6度，高温13度。宜兰的大同跟南澳最低温6度，高温18度。花莲的部分，新城、花莲市跟吉安最低温16度，高温20度，留意短暂的雨势。秀林跟万荣最低温9度，高温20度，降雨机会最高有70%。寿丰跟丰滨最低温13度，高温21度。凤林、光复跟瑞穗最低温15度，高温20度，留意短暂的雨势。花莲南区的部分最低温降到4度，地点是在卓溪，而高温19度。台东的海岸线最低温17度，高温20度，降雨机会最高有70%。纵谷地区最低温降到9度，地点是在海端，而高温19度。鹿野、台东市跟卑南最低温是4度，高温21度。南回地区最低温12度，地点是在金峰，而高温22度。亚美达乌主任的蓝雨温度是落在18到23度之间，外岛的连江、金门跟澎湖最低温11度，高温17度。